卖啲个人资料俾客户，咁就赚到盆满钵满啊！哈哈哈哈！我又见到傻瓜啦。Hello， 有冇见过呢款 I Pad 啊？哇，新款嚟噶喎！只要你填写呢份问卷，呢部 I Pad 就属于你噶啦。份问卷要我填身份证号码同地址，咁奇怪嘅？喂，你唔好走啊！喂 ，Hello， 我有免费 WiFi、6G 无限任用，超快，你要唔要试下用啊？免费 WiFi 唔安全，资料又有机会俾人用，我都系唔使啦。我就够钟啦，我要快啲去奶奶屋企先得。唉，咁醒目噶，我又失败。你俾你个谷谷密码我，即有机会赢取北海道东京14日旅行团。密码又点可以乱咁俾人呢？你想呃我就真，太可恶啦！太可恶啦！点都呃唔到你，我要食咗你！我哋怀疑你上月未经 LMC 公司批准，就出售咗客户嘅个人资料俾人哋，并收取咗买家嘅款项。涉嫌觸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，我哋而家要拉你翻去協助調查。小朋友，你做得好唔好泄露個人資料俾陌生人啊？除咗現實生活，網絡世界仲有好多騙子。除咗有大灰狼之外，仲可能有大白狼、大飛狼等，千祈唔好鬆懈啊！個人資料保管好，小心謹慎。